大家好，我是北美 Bill，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枫叶糖土豆。用的是一个大的土豆，切成这种片状。它的配料是一点绿菜杆、红的辣椒切成碎丁，还有这洋葱，还有蒜片，还有枫叶糖浆。我们呢再加点肉片，这肉呢切成片，加点盐、胡椒、料酒、淀粉。好，现在咱们开始制作。锅热，先加入洋葱和蒜，再炒出香味后，加入肉片，在肉片炒熟，加入土豆。这时改小火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土豆好不好。好，软了。现在就可以加入辣椒、红辣椒还有绿菜的。这时候可以把火调大一些，然后加入枫叶糖浆，去盐，如果大家想做的快一点呢，这个土豆可以先在开水里面煮一下，煮软之后你再做这个可能就快了。像这样就比较干稠了，所以就可以盛出来了。这样一道枫叶糖浆土豆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